太守信。伏魔界捉拿穷奇，不晓得被那个穷奇伤得如何。近来听闻花界为了个精灵不惜与鸟族翻脸，难道是因为紧密？哼，此番你要回去吗？嗯。如此甚好。傻凤凰啊，你怎么可以放紧密走呢？啊？嗯。那现在还不能走呢？你又不是凡，能不能带几卷书册啊？随你挑。多拿些书，不怕拿不动，拿不动的老夫替你。今日那穷奇可怕的很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算你有良心。所以救命之恩必定要重谢的。不知他预备如何谢我？你准备怎么谢我呀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谢过了吗？罢了，对你又叹气。这好端端的又对我发哪门子火？你干什么？我要看看你后背的伤好没好。放手。不放。你必须让我看一下。我说好了就好了，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让我看。好了好了。我便罢了，以后你可不许随便扯旁人的衣服，知道了吗？嗯。你若能种出青霜灵芝，我渡你200年的灵力。300年。好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跟已故的花神是什么关系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葡萄啊。月下仙人说的果然没错，稳住一个男人就得先稳住他的嘴。剩下的还能用，给你，不许浪费我的灵芝哦。不想问人世间如何慌张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响。